我们有太多想知道的，透过这一次我们赋予国会牙齿去咬贪官，还有贪官背后的相关关系人，这是人民在期待的事情。大家想说跟我一样，来，今天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王义川。今天王义川刚刚秀玲提到了最热的议题，他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能耐，透过手机可以去比对十年前的太阳花，一直到现在的519的小草莓游行，一直到现在在立法院外的青鸟们，你居然可以比对出他们的年龄层，你还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不同群，好可怕。来，观众朋友，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立院调查权被赋予这件事情，第一个被人家点名就是王义川。你来看到这个地方，调查权行使得要求包含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后面一堆点名出来的，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等等。这个法人是什么？电信公司啊，你可以掌握到大数据的人啊。换句话说，一兜起来大家发现，哦，原来立刻就可以用上。第一个案件就来查王义川啊。是啊，现在大家很好奇的说，这几天哦，这个所谓的青鸟行动为什么大家要走上街头？大家说是在反黑箱，可是问题是，就像我们刚刚谈的国会改革一样嘛，当时快筛店这些东西为什么可以特定的人士可以标到这些案子？为什么不是现场的这些青鸟们标的案子？大家也想知道，为什么不是你跟我标的案子？大家也想知道嘛。所以现在问题是，这些青鸟们会不会变成监鸟了？被监控的鸟，所以大家很好奇，因为王义川在节目上自己爆料说，现场这些群众其实他自己去比对一下，他透过手机讯号还有基地台讯号去跟519那个小草的行动比对，他说我们有新的群众，哇，这句话出来之后，整个网络上炸锅，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手机讯号可以比出你的政治倾向？是，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嘛？而且你去想哦，现在王义川他亲口讲出的十年前的太阳花，我就问了，那当时韩流的风潮，办那种随便一场都是十万人起跳的那一种疯狂的造势大会，那我当然靠靠练最球，反正我一比对，你们都同一群人在那边绕来绕去的啊。所以有人说王义川说了政府不能说的秘密嘛，对啊，甚至变成说大家变很奇怪，现在要抢救义川天兵，你知道吗？这当然你把东西说出来了，那是不是代表说我们政府的确默默在监控人民，这会造成人民很恐慌？但昨天王义川他出来澄清，他说没有了，我们就是用手机这个信念去分析资料。他说过去很多县市政府办活动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啊，像什么新北耶诞城啊，各县市的跨年晚会啊，甚至像台湾灯会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是嘛？可是问题是，他接下来就被打脸了。新北市交通局跳出来说，的确了，我们过去哦，新北市耶诞城活动会要求这所谓的电视公司，提供所谓的手机讯号给我们来推估所谓的现场的人流来做推估，甚至怎么样，周边的交通哪里有塞车，我要去疏导哪里，甚至呢，包括像是停车场的这些人潮问题，我要去跟电信业者合作才能够推估，才能够疏导民众。但是问题来了，他们说，我们这些东西都已经去个资化，注意。去个资化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因为刚刚王义川说，我可以分析政党倾向这个部分，可是你既然都去个资化的话，表示你完全没有这些资料。可是为什么民进党会有可以提出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去说，难道是我们的政党倾向也被所谓的电信公司或是被政党掌握吗？大家现在风声鹤唳啊，所以这个风声鹤唳的概念就在于。去识别化就是我只知道这里有一颗人头，有一个手机讯号，就一个人，我只知道知道人数，是我根本不需要知道你来申办的持有者是谁，你几岁，你性别，你学历，或者是你的政党倾向。所以秀玲这件事情可怕在于，人家说哇，警总复辟了吗？我就问，我今天特别去问大数据公司的相关从业人员，我说这样的事情，他说对，商业模式是有，但是。怎么可能透过他去讲出可以比对出这么多？他是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大数据？他一个嗨了，所以口无遮拦的什么都讲了。我觉得照这个状况来看，他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大数据，只是第一次太开心把它讲出来。因为这一次的青鸟行动的确激励了很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年轻人支持耶！我们一直觉得年轻人都跑到柯文哲那里去，都跑到黄国昌那里去了，没想到他们居然来参与了青鸟行动，他太高兴太嗨，不小心把不该说的秘密给说出来了。刚旺哲说现在在抢救义川天兵，我觉得不是在抢救义川天兵，现在民进党应该在思考，我要在哪一个时间点切割这个义川天兵，放生王义川啊！你没有听到有太多人在帮他辩护，说他讲的对，这有什么关系？只是知道你年纪，又没知道你是谁，我又不知道你家住在哪，我只知道你20岁以下有12%，我只知道你70岁以下有70%，我只知道你有去了这个青鸟，没有去小草，我只知道你1月
12号的时候没有来参加我民进党的选前之夜造势大会，可是你现在却来了青鸟，所以我民进党开拓了不同的票源。他是要很开心的宣布，民进党重新活过来了，重新回血了，我们现在有新的生力军加入，他是很开心的宣布这个消息，没想到不小心把秘密说出来。而且现在整个台湾的这个电信认证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的各自的身份识别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大家刚刚才报完税吧，在用手机报税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叫做电信认证，他会问你你是中华电信的还是台哥大的还是远传的，然后呢你把你的 WiFi 关掉，用电信公司跟你比对。为什么？因为你在申请电信门号的时候，你必须有双证件确认你的身份，你所有的个资都在电信公司，他才让你申请，所以电信公司拥有你非常完整的个资。结果今天民进党告诉我们，电信公司拥有你非常完整的个资，甚至搞不好还有你的报税记录，还知道。那接下来王一山下次可能讲说，来参加我们青鸟活动的都是这个收入几万以上的人，他也许也有这样的资料，只是没有太高兴讲出来而已。电信公司不就是法人吗？就把他请来问一下啊，把法人请来问一下。我刚给大家看到第47条，明明白白就派上用场啦。是。我想王一川是不是不小心透露出来民进党常年的秘密呢？这个先打个问号。我们先说结论好了。今天这个事情呢，要么就是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王一川他说谎，好，他乱讲话；那一种就是民进党竟然无法无天，可以呢用国家机器来达成自己的私利。我请王一川真的不要再听了，你要么就是承认说是你自己欧北共，要么呢请民进党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用手机定位知道群众的分析。而且有一个重点哦，大家记得吗？王一川他是有当过台中林佳龙时期的交通局长的，那他今天就呛说，你去问新北交通局怎么做的啊？但是今天大家都已经刚刚都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就质疑啦，难道你当时在当台中的交通局长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始监控人民了吗？好，嘉瑜，到底是像王一川说的，我们都少见多怪，还是这一下抢救一川大兵他闯大祸了？其实今天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也有出来澄清，说王义川所说的完全不是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民进党完全不可能去监控，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讯号。他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个讯号，这个是透过问卷调查，还有现场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去做相关的资料整理，然后去了解的，但是完全没有做所谓的年龄啊等等。那这个所谓的年龄可能是王一川个人从照片去比对的，因为519跟524你从照片就可以看出说这个人男生女生的比例是多少，因为王一川是说519跟524的照片男女的比例都不一样嘛，然后524女生比较多，519这个男生比较多，这个从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也不需要电信公司。他没有说他是从照片出来的，他是说手机的讯号不对。王一川太可惜了，我觉得国安局应该找他当国安局。没有，因为王一川所说的刚刚所讲的嘛，不管是电信公司，不管是现在的各大的这个 NCC 等等，大家也都在查，而且不可能提供这样子的资料，所以王一川说是透过所谓商业机制市场的这些调查或是问卷调查去做人流的分析，所以他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但是这不代表说是代表国家机器或是电信公司所提供给他的资料。那民进党也针对这个部分来说明说，这个完全是不是事实，我们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感恩感恩感恩。